眼。色色色色，是那个涂眼膜吗？有一点像装可爱。今天下雨了，天。你念起来很可爱，我要收集这个。ねえねえ、もうチャンネル登録してくれた？もしまだだったら今すぐしてね。それでは今日の動画始まります。别忘了我是日本人第六集耶。欢迎今天的来宾黑椒家家。嬉しい。怎么办？皆さんこんにちは、黑椒家です。可愛いんですけど、很少有两个摄影棚都是融化状态。其实黑椒家家为什么今天邀请你来，是因为我去年的时候许愿，入国试之后可以跟一个人合作的话，想要跟谁合作，然后我只会想到黑椒家家。今天可以见面真的很开心。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私も嬉しいです。其实黑椒家家也是会日文。はい、勉強して2年くらい。2年？はい、2年。すごい。其实这个单元通常都是我是当老师，然后教大家日文这样。可是呢，其实我也是很久没有在日本，我已经来台湾四年多，所以今天是和我们两个一起学习现在在日本年轻人中流行的流星雨这样，可以吗？那我们来开始吧。我们今天不是约好了下围棋吗？没有。那你现在年轻人在说什么？emoji 没有关系，有一点像，但没有关系。大家这样猜的 emoji 是那个 iPhone 有的。对对对对对，其实有一点像，但不不，其实 emoji 就是呢，很怀念。比方说，你之后看什么漫画？啊，麒麟吗？麒麟吗？我是不太会。看那个过了，我不会 emoji。有没有看那种少女一点？柯南，柯南耶！小魔女哆来咪，哎，没错，美少女战士，哆来咪，魔法师，啊，哆啦 A 梦，等一下，很像男生哎，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其实就是，比方说像我的话，小时候看小魔女哆来咪长大的，所以突然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哇，好怀念哦，心动。比方说小时候黑椒家穿什么一个粉红色的衣服这样，然后突然看到那个衣服就觉得，哎莫伊莫伊好怀念哦，这衣服被我放了十年都没有穿过。对，有这种感觉。天哪，家家就很幽默哎，好可爱。我解释对吗？大概不会说懐かしい。懐かしい就是正常的言葉。emoji 就是流星雨，就是年轻人才会用的，所以可能长辈就听不懂。听不懂。看得懂吗 ？P N 对 P N， 黑椒家家表情是一个哦的表情，然后讲 P N。P N， 好可爱哦。P N。其实 PN 的话太年轻了，我也不太懂。我的答案是就ヤバイ，你不知道这个怎么形容的时候讲。我很常在 IG 看到这个表情，加上 PN， 可能是哭哭，对不对？啊，有一点哭哭的感觉。对，就是有一点像装可爱。今天下雨了 ，PN。是这样。是就是这样。
然后呢，我记得这个是国小学生才开始用，然后一开始我们就是在说什么，就是年轻人很奇怪这样、啊。可是后来流行到韩国、日本人都会用，对，都会用的词。哎，可以再一次做吗？可以镜头上 PM 好可爱，我要收集这个。好娘，感觉在装可爱。嗯，试试嘛。可是应该是装可爱，然后哎、欸、是什么的意思？我想应该是对不对？なんで？对对，有一点像这种感觉是吗？没错，这是真的是一个日本文化，因为日本人是怎么样都会回应，就是可能我在发手机，然后可能朋友讲很无聊的事情，然后我、嗯、其实没有在听，对，然后就回안녕，对啊，안녕嘞，哎、欸、我懂啊，是哦。是哦是这种感觉，日本人很会敷衍，敷衍，是那个敷衍我吗？可能是日本人习惯什么都可以回应，对对对对对，所以这种时候可以用。Super darling， Super darling， Super what？是的，哎、欸，不是是超人，也是也是超人，就是释放超人的释放、啊，所以是很棒的老公，还是很棒的男朋友？有这种没听过，我以为是什么，就是意大利面店的名字之类的，我以为是乔氏。所以，比方说看到哪个男艺人他做什么很好，嗯，我觉得一样的，是我的。为什么今天讲他还有可能不知道啊？你知道？这个我觉得不要用比较好。为什么？日本人觉得很奇怪。真的，真的，我知道，但讲不出来意思。比方说。我知道了，这个月没怎么赚钱，然后钱包掉了，然后就绝望了，真的。肯定这盘棋下一手不知道下哪里，嗯，局面很不好。我现在用五秒开始改变下一手，好紧张哦！不是真的，真的哦，可以，你念起来很可爱，真的可以融化哎。没有人对你这样吗？没有，但会觉得很恶心。哦，索雷拉后面要索雷拉，很到底，一点一点，索雷拉比较反应。索雷拉，对，这个啊，对，是有一点像，有一点像，所以为什么不回应了？哎，对，就是可能我没有心情讲瓦卡鲁，已经累了，或者是他讲的事情很无聊，想让对方察觉到你对他讲的事情没有兴趣，有一点点有这个意思，嗯。绝对是朋友之间，如果是第一次遇到的长辈，然后所以呢会打失之类失之类，所有没礼貌，就是这种漂亮女生可能也不太会用，年轻人就是这样的年轻人才会用，就是哦所以呢太累太累，对，你就这个状态，所以这种状态的人不会讲所以呢，不会所以呢，所以呢。レベチ、これは行く東西で相談でしょうか。レベチ叫做レベルが違う。他真的太厉害了，就是他是一个等级，是同一个等级的人。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刚刚开始学围棋的我来讲，A加加算是レベチ。就像你的唱歌水平跟我的是レベチ。啊！Cheese 的世界过生活的人不会听到这些。吉巴鲁就是吉巴鲁，抽象的感觉吗？对，可是这个其实是打字比较多啊，比较想讲出来。嗯啊，跟笑死一样，敷衍。对，这不是台湾人爱用笑死，笑死打笑死的时候的表情绝对是没有感情，对不对？就是我打过笑死。对。
べちだから今のさんもうはははは我要学我不能天天笑死对这是笑死的概念不知道要讲什么时候也可以讲吉瓦鲁对然后吉瓦鲁的本来的意思是后来想想觉得当然蛮好笑的这真的但后来全部都是敷衍的意思对来就不错来就不错可是你看原来是来就不错五个字然后他说成来就不错有意思吗耶字最后的字都讲不出来这么难度吗你是本来就可以讲来就不对真的想要说对啊日本东西啊每一个时代都不太一样其实这些都是不会在日本生活的年轻人之外连在日本生活的妈妈爸爸绝对不知道的东西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但其实有些比方说 Emoji 的还有 Selena 还有 Levechi 那些我觉得还蛮好用的就是在年轻人然后大家注意学到这些日本之后千万不要去日本然后跟不认识的人用就是要跟友達对对跟友達用才好玩大家唱最喜欢哪一句ですか MOE MOE 哦可以用得到吗我觉得用得到哦太好了我很喜欢大家唱的偏最后可以跟我一起偏吗好就是那个哭哭的那个对对对对一起念一下偏讲讲讲他会不会觉得我们很奇怪可愛いです真的是今天很开心 and 害羞每个来宾男性来宾什么来都不会那你之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去看哈哈哈哈哈哈今天第一次来跟我合作然后来到我的频道觉得怎么样ですか楽しかった本当ですか我觉得很好玩就是学到了很多日本的一些流行语比较平常上课不会学到的对没错那个课本里面绝对不会有的课本学了好多助词辛苦ですね大変ですねわーとかにゃーかにーでーあのですね我们其实另外一支黑嘉嘉唱的频道嘉嘉老师过这边也是我们一起拍下围棋我们会一起下围棋对所以请大家来看です然后记得他的频道还有 IG 追起来的希望黑嘉嘉唱也是学日文顺利然后之后我们可以一起用日文沟通頑張りましょう。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如果大家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帮我按赞、订阅还有分享给其他人吗？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下次见。